们今天要去蜂场一日游了，一日游割了水玩水去。你把这个筐扔后面那个弯斗里，别一下子下去啊，太凉了，试验的下啊。嗯、哦、嗯、哦。哎呀，给我们带朵花呀、啊！哎呀，这漂亮！姑娘，看看这，哎呀，你看这么多虾，快看看看！哎呀，这小狗虾，证明这个河水一点都无污染，一点污染都没有。因为这种狗虾和喇蛄一样，它的生存环境就是要求特别高。你看，这就是在我们这大河里。妈妈给你抓一只虾，你们去玩吧，我就不去了，在家疯着又跑了。现在秋天还跑吗？嗯，又跑了，我再回去。这两天是不是进点蜜？嗯，进点秋蜜。嗯、哎呀，大马蜂，大马蜂，离得远点，没事，你不用关。他家是什么？他家是民宿和吃饭为一体的这个地方，然后这个地方就当休闲区，实际上就是咱家那个山里头，然后给整了一些基础建设，就比如说这个小凉亭。啊，比如说下边它那个什么铁锅炖那个大灶，然后再就是那个百合园，它这个地方就是借的山体，然后开发了一个这个小地方，是非常不错。你还记得咱俩小的时候吗？上这里边采山菜，记得那个时候啥都没有。对，你看这些蝴蝶，嗯，你看这沟里这些蝴蝶，你看，旭旭你慢点啊，凉了啊，凉啊。这个水是纯纯的山泉水，这就可以直接喝的。对，但是水凉刺骨啊，山水比较冷。慢点啊，我告诉你，你玩水晚上回家拉肚子。朋友们，你看我姐他们一家四口搁下边玩水呢，他们四个就在这琢磨。其实这个山水啊，在这个夏天来说，那简直就是天堂，特凉快，就像咱们在家里一开冰箱那个冷藏那个柜门一样，特别特别凉快。但是他们今天晚上啊，就是这么玩时间长了，一定会坏肚子的，我喊都喊不回来。就是这个山水，它上面反那个凉气呀、啊，当时是挺凉快的，但是这么玩不建议大家伙这么玩啊，一定要试验的，短时间的去玩。然后咱们人身上出汗之后，也不要直接接触这个山里头这个凉水，就容易感冒啊、激着啊，容易生病坏肚子啊。大家伙来咱们沟里玩的时候，不要像我姐他们一家四口这样啊，这是个反面教材，不利于身体健康。水真好啊，真好，真清啊。摇一辆车往南走，摇一艘过客的行舟，摇灵魂自我的洒脱，摇一双悠闲者的手，摇一口清晨的粥，摇爬满夕阳的河流，要孩子一样的笑容，要风云开岁月褶皱，要山要海要自由，要大雨磅礴不相过，要清澈透明的天空，要一口解忧的烈酒，山要海要自由。我说妈妈每次来了都想啊，就是采一次山菜，采一次蘑菇，但是你小妹耽误了我的远大理想。记得小的时候上山薅山菜，咱妈说我都不愿意回家，就感觉没薅够。走吧，再回去吧，走吧，整点黄瓜准备中午饭了。好，玩完之后回来摘黄瓜，看着俺们家这个蜂场这大黄瓜长了，山要自由，要大雨磅礴不相过，要清澈透明的天空，
要一颗